嗨，小易，我吃完饭再补口。嗯，该吃饭。分享两周年快乐，谢谢。边吃边跳，对，我每都这样，这边蛮好吃的，我点小碗的，139而已，然后我的主食选鲑鱼刺身，我真的超爱吃生鱼片。小七，我正要去叫你喝。哎，真好吃哎，小七。哦，谢谢虾虾。太多了吧，我没有要打给你啊，我只是要传讯息给你说我要开播了。我昨天去跟妈咪吃饭，然后我们吃一间印度的料理，结果我原本想说要把橡皮筋拔掉，不然会变荧光橡皮筋了，但是他怎么拔都拔不掉，所以我就放弃，我直接照吃、啊、那间蛮好吃的。然后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发现我的橡皮筋已经变色了。我因为那边的光是橘光，所以看不太出来。然后我就自从就回家之后才看到，说它其实已经变荧光色了。点了什么？烤饼跟甩饼，还有两个肉酱。终于找到，蛮好吃的，那今天真的蛮好吃。今天，现在我现在吃的也好吃。谢谢虾虾。
不知道几点，四点半。卡门出场，九点半。我只是没涂口红而已，好不好？哎，华灯初上是只有播到第二部的16集而已吗？还是他还会有再接下去啊？是我推小七看的。里面有一个我们的学长，所以看到的时候就很出戏。哦，这个剧真的断不了哎，它不像那个动漫《Vista》那种可以断着看，这个完全断不了。谢饭团，对他都很喜欢，但精彩都停下来。未来最好，很好看。宝宝，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演其中一个妈妈桑。Netflix 还没正式宣布成员，都是没有。嗯，给我拍完了，吃完了。我记得好好吃哦，算是健康食物里面比较便宜的。你要上高速了，拜拜。晚安。跳什么舞？会跳啊，不跳啊！连瑞斯都会跳，瑞斯是我们班的。晚安，谢谢经理哥。回宿舍了，我不回宿舍要回哪里？我家平日就会在这边了。多笑，谢谢 YC。因为我有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说，就是我的那个什么。右边牙齿后面三颗是一个套子套住，然后三颗一起被往前被，就是要拉着前面的牙齿去后面这样。这个还不适合油，什么意思？然后呢，我那时候之前在吃麦片，上礼拜在吃麦片的时候，它就碎掉了。有一小块碎掉，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就想为什么咬起来怪怪的，就吞掉了。然后呢，在昨天的时候，昨天吃完东西，我又感受到，因为我吃鸡腿，我直接咬下去，然后我就后来吃完饭，我就感受到它又裂了一条，它又裂了一条线在那边，但它是有，就是还没有碎掉的。然后。吃苹果的时候裂着前面第一个，这边有那个矫正器，然后这颗被我吃苹果的时候吃掉了，太人好。然后
这边是那时候在把就是卡在牙套中间的菜剔出来的时候掉了一颗，所以那时候真的超好笑，其他都补回来。就是这个的话他就没有做处理，要做个牙套保护的吧。我就感受到有菜卡在我的牙套里面，还有我的等我一下，我去拿牙签把它弄出来。它卡在，不是，嘿，这几天，今天是断考的。我狂睡，然后因为我们最后一节监考是我们音乐老师，因为我们音乐老师是比较好笑，晚运饭什么，反正就是，然后他就会分享一些他当兵的事情这样子，但我们班那时候全部人都醒着，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生直接睡死，完全没有起来。晚上好，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放学了嘛，班导就会上来班上，然后我们班导刚好在正楼下监考，然后他就说：“你们刚才吵什么啊？你们真的超大声的吗？全世界都你们的声音，你知道吗？”音乐老师的笑话不好笑啊，音乐老师又不是一家。你们班是考完了吵其他班了，就是最后一节考的是体育，很快就可以写完了，然后老师就看我们很快很每个人都写完，然后开始讲他的当兵的故事这样子。你家回家了吗？你看没？现在家里没人，只有我。当然被骂，对啊，不太巧啊，但我直接睡死啊！
我根本就没在管他们在讲什么，我就狂睡。我真的从第一集睡到最后一集，但我写的考卷就是。我们班真的有人就是睡到没有写考卷，只写个名字，然后就睡着了这样。然后那张考卷还是班导的考卷。然后因为收考卷的时候大家都往前传嘛，然后就看到，然后就回头看他说：“你确定吗？这是班导的。”班导的考卷，他一个字都没有写，就只有写名字。没有，一开始连名字都没有写，然后是我说你要不要写个名字。然后他来写考卷。谢谢艾文。觉得我们学校排程很奇怪，就是明天跟后天都只有考半天，然后明天下半天是在大扫除。那为什么不明天考完，然后礼拜四去大扫除半天，然后赶快离开这样子就好了？谢谢 CSH。 老师想放声音才没有。你过来的不帅 I'll kiss you goodbye。 이제너의하나둘셋 How you like that? You go like that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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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ing para pum pum pum. How you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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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How you da da.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How you da da.晚上好。不是考快三天半天，不是，国中也曾经这样，睡着没写完考卷，只拿到全班第一，什么意思？你们班是不是只有三个人？现在蛮奇怪的，但是你们要临时抱佛脚。我觉得是不想要把我们留到最后一天，然后才面慢慢扫吧。可是最后一天扫，从早扫到中午也还好啊，时间还比较多哎。你想想哦，从八点开始扫的话，扫到十二点，四个小时。然后如果是从下午的话，是从一点开始扫，扫到四点，这样也才三个小时。Bring a party， 你们要这样对啊？怕有人只知道打扫者请假吧？这不可以准假啊，那天就不要准假就好了。
谢谢 Mohan。 Let me show you shiny road baby now。两岁，对，谢谢郑源小弟弟。抱一个很大的绒毛，就是之前我房间里那个，然后之前是因为班长的关系，所以我才带去学校，然后他现在还在我的位置上这样，然后我就抱着，然后脚上又盖一个被，所以就很好睡，而且我又靠墙，然后我就这样读一读，我就把那个书直接放在那个绒毛上面，然后这样读一读，然后这样，然后睡了不知道多久，然后醒来，然后继续翻一翻，然后继续睡觉，然后想说好吧，那我就放弃，我直接趴着睡觉。小白痴，我隔壁那个也是一样，我隔壁也是一个女生，然后她也是看一看，然后睡着，然后她后来跟我一样放弃，直接开始睡。明智的选择，是不是不演了？态度真的是，才不是耶，在那边乱讲话。还有起床的时候书没收拾，没有，我是直接把书合起来睡觉。而且戴着口罩，你口水也直接流到口罩上面吧。我们没有戴口罩的话，会被抓下去骂。你们觉得会有机会线上课程吗？就是现在这个情况。还是武丹握手会那一武丹握手会那一笔跳泪什么意思？武丹握手会都还没有开始呢。对啊，就是再升级下去了，很多店家都没有办法那个。下学期嘞，下学期的话，很快就又要高三了，那很快就要成年了。我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我现在17岁，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台湾，希望这天不要来。
第三次握手。第三次握手都还没有开始呢，怎么会知道累不累？对啊，高三了，还有半年，没有那么快。下学期就会，明年下学期就要毕业，那么快吗？对耶，明年呢，真的很快，是吗？怎么快？时间过太快了吧？我现在也可以。回忆起我高一，不是高一，国一那时候的样的，国一第一天见到我们班的人，然后也可以想，也可以，我还记得我国小第一次自己，就是开学第一天，然后我去在学校，因为我们楼下有游乐场，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去教室，我直接忘记。现在高二上这样 ，Baby I，Oh yeah yeah， 我底下是默默吗？对耶，是默默。你快升高了，谢谢父辈。明天考音乐跟艺术与科技，艺术与科技什么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每次都没有管。是有红包。那今年九月上高三，明年对啊，好快，那还算不出来。洛克 ，Boy boy boy no，Boy boy boy no，I know I get the feels，Boy boy boy no。六三周年，下礼拜生日会，就希望下礼拜。今天暑假还是放很长时间，有吗？这两科都读完了，根本不用读。音乐的话，我也是，我每次都是在考试前一节的复习，我才会再看，因为。我们学校都会直接给答案，所以我们不用去背说要干嘛，我们就可以背题目就好了。虽然这样有点混，但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学校就这样。
喜欢放暑假嘛，谁不喜欢呢？可以睡觉。谢谢追踪。好嘛，然后没事就可以睡觉，然后从第一节睡到最后一节。喜欢夏天、冬天、春天、秋天哪一个？喜欢冬天，因为我不喜欢流汗。但冬天的话，就会一直想要吃东西，因为太冷。嘛，就是反正因为要消耗热量去控制你的体温嘛，所以就会比较容易饿。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所以我就特别想要睡。当天的那游戏是让你还有泪体哦。也没有没醒了好不好？我还是有上，我还是有读书，还是有写考卷，但我写到有一点差点要睡着的感觉。太忙嘛，然后就没时间睡觉，然后又很早起床，所以就特别累。没有，我有撑着写完才真的睡。没，我以为都没醒，没那么扯。自己慢慢的喵，哦，安息小 kitty。啊，对嘛，我要发那个生写真照片，忘记。可以站十年了，没事就行。什么意思？对啊，升学也可以。我之前高中上课因为太想睡了，所以趁我们不行，我们那熏香抓超紧的。但我有时候会，因为我座位这边就是窗户，但我旁边还有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因为荧幕在那个方向嘛，那我就这样撑着，然后呢。就是这样偷睡，然后就不太会被抓到，也不太看出来，就是我在睡觉，除非巡航是从前面门的那个什么的小玻璃去看。我可以站 AKB 方面，什么意思？我看不懂，站什么？要站什么？
现在抓到睡觉会被罚站吗？会啊，就是你要去科办的外面站中午，然后我刚好我有一次被睡觉，就那两分钟，然后就被抓下去了，最后两分钟，然后就被抓下去，然后有人睡整节也是被抓下去，就是同样的意思。再当晚上十点。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我毕业的话是二十九，不是二十，是十九岁。哎，如果在十年，我就二十九了。这好像直接罚站，不是，是中午的时候去罚站。然后那天我刚好站的那天是最冷的那一天，然后我还忘记穿厚外套，我就只有穿一件薄薄的学校外套这样。伯母阿姨，我三十了，不知道，再看看。反正我应该没有会不会撑到那么久吧。反正都要被抓下去，干脆下去干脆正常吧。而且还有分坐着睡跟趴着睡，我是坐着睡的那一种，因为我都会这样子，然后睡着。今天才感冒还不穿外套，只能吃饭嘛。然后妈咪。只要我跟妈咪吃饭，我要喝任何东西，妈咪就会说你给我喝热的，然后我就说哈，可是我不喜欢喝热，她说你给我喝热的。感觉你经常很常忘记拿外套的，还好吧？没有，那天是因为我比较早起，我比较早起的话就会习惯了外面的温度，然后比较早起化妆，就会在大概再过一个半小时我才出门，所以那时候已经。睡醒不是比较冷吗？然后那时候就会比较适应外面的温度，所以就不会觉得冷。但是走出去那一刻 ，Oh my god， 那个风！上次谁忘记外套？哎，有啦，我要找回来，请求担心。没有啊，就是他每次都说你这很强感冒哎、欸，然后他就说你给我穿外套什么的。连那个现在那个厚外套都是他先借我的。然后就会说你为什么不穿外套，你为什么不穿厚一点，为什么要穿短裤。因为有一次在公司练习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洗黑色的衣服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的长裤那些都是黑色的，所以呢我就先穿带了短裤去那边练习。但是我离开的话，我会穿着校服的裤子，因为是长裤这样。然后他看到我就说，他就把那个他送我的布丁放在我桌上，他说你为什么穿短裤？这天气你给我穿短裤？然后我就说没有，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洗。这样子，然后我离开会穿长裤这样。反正那么派的嘛，有什么穿短裤？好笑。Kill this love, kill this love.夏天其实是穿短袖长裤。Kill this love， 不是没有洗衣机，就是我太忙，我没有时间洗。关键是刚好我要洗的时候有人在洗，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洗。或是我回来的时候可能都太晚，我回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快要11点、12点左右了，然后就会。因为洗衣机有声音，然后一家的房间在洗衣机那边，所以他们就说就是建议不要在那时候洗衣服，会吵到他睡觉，所以我就不会在那时候洗。你20岁还要考大学吗？我18岁就毕业了呢，我会考大学啦。我至少要基本学历都读完吧，虽然基本学历到高中的样子对吧？12年国教，对啊。分点国教，但是我还是会读大学。就是我们家希望就是至少要读到大学。
可以请一间帮我洗吗？当然不行。刚好在大法家，法医家爸起来聊天就没问题，他就说那个我要先去睡觉。没洗这理由不接受，没有，他不会车拿去他家洗，拿去他家洗还要花他的水费呢。我要考哪一间大学我不知道，现在还，其实我没有对大学有那么的研，有没有那么研究欸，就是我是考科系，我不是考学校的感觉。但很多人都说是看，就是通常履历都是看最后一间学校，想不到啊。宿舍有谁很早睡的吗？我反而是宿舍里面最早睡的，我通常大概最早最早十二点就会睡，没有，那更早一点的话，有可能是快要十一点我就睡着了，就是可能没事，然后又太累的话，我就很早就睡，因为很早就起床。对啊，他们最近在那边宿舍网咖，为什么会吵到一家人？洗衣服啦，我说洗衣服，因为洗衣服时间会比较久。我是一个没有电脑的人，所以我没办法。对啊，我之前其实有玩风之谷，但是就是很少，大概国小左右的时候我就有玩了。然后，但是我忘记我的账密，要想一下。嗨仙，我之前也有用手机玩，然后手机也玩的蛮开心的。你们衣服外面每个人分开洗吗？没有啊，我们就是自己洗自己的，然后洗衣机也是用自己的这样子。不玩 RO 吗？直接十八个。我没有电脑可以玩，所以等我有钱那一天，因为我妈说如果要买笔电的话，我要出一半的钱。不要，我好懒得练灯。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玩游戏的人。你要是不玩牙齿，对啊，买牙控车，看遥控器，牙控车。我是妈妈，不是一个妈妈，是我是吗？现在好像有挂机等等，不要，很浪费电。我觉得游戏就是要自己玩才好玩啊。光谷可以用胶带粘左键挂机，什么意思？要先存你要多少钱？对啊。你那台可以玩很多游戏的开源掌机也在出什么？就是什么？其实你现在在姐姐那边，我其实是特意买给我姐的，我不是买给我自己的，因为她一直说她很想玩，然后说好，那我就买给你。然后她也买了一些就是玩具，也不是玩具，游戏。她原本想要买那个有附赠健身环的，可是我就说你根本就不会去玩，因为你根本就没时间。哦，你说玩吗？那个小台没有，我不会带过来。没有，因为我姐她是生物科学吗？还是生命科学的人？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对啊 ，W。
嗯，你哪边有东西啊？对啊，反正就是。我刚刚讲什么啊？讲到一半我忘记了。哦，就是我姐她的科技是需要很多实验的那种，然后她可能一关进去，实验室就是十几小时的那种，有显示号码是09开头，所以我就想是不是谁打过，可是我不会用电话去打，我不会打电话，就是他一关进去实验室就是很就十几小时这样子，不然就是他可能要很晚走很早到，因为可能要观察什么细菌什么一般就是细菌衍生的数量这样，所以他可能他就会没时间玩，然后还有一只猫，他光顾他的猫就来不及了吧，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句就是橘子我不想去上课，想说好哦，对啊，对，应该是奇怪的变化，毕竟我直接挂掉然后他都没有没事，今天要八点吗？今天到9:30，有点笑笑。因为我姐她从国不是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解剖，然后我就说，她很喜欢，但她就很喜欢实验类的东西啦，她连就是被切开的青蛙肚子突然翻起来的那种，她都可以笑得很开心，然后跑去帮别人抓那样子。生命科学，对对对。我连17岁的你更可爱了，实验室的实验也是跟不一样，对啊，然后就是我就说男朋友如果惹到你的话不是被你毒死就被你解剖欸，然后我姐不是我姐，我阿姨说就是她要不要去当礼仪师这样子，反正解剖类嘛，礼仪师那种法医哎，是吗？忘记了，三类都要学啊。对，法医。然后七，他之前他在想说他不要读生死系，因为他想要当那个医师这样子。讲错了没？他想要小七说他想要当礼仪师，或是就是帮过往生的人化妆的那种。然后他还问我们其中一个同学说：“你可不可以借我画你？”然后说：“不要，那么奇怪，我不是死人。”对啊，然后我就说，因为七他是一个很爱哭的人。然后我就说你会不会画一画，然后就帮别人家属哭完了。然后家属在旁边就傻眼这样，因为每次可能跟他分享我比较不开心的事情，他都会哭给我看。然后我想说这是我在经历的事情，你怎么会一直哭呢？这是一个感性的小孩。少女白情，对啊，很意外吧？我也想不到，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有吓到。对啊，会，我阿姨有说就是会在梦中跟我们道谢，可是我会跑掉。小七比我还爱哭，你知道吗？太赚了吧！少女白情赚很多钱吗？其实我不知道哎，但我知道礼仪师其实算蛮多钱，对吧？5万起跳。
蛮多的呀。他们家没有，他们家没有这种类型，不知道哎、欸。就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要说，可以等一下他回来的话可以问问他。也是很赚啊，看他们车就知道。我是没看过他们的车啦，毕竟遇到对啊会拼不回去。而且其实就算在那边不会有人跟你讲任何的事情，但是那个环境下也会就是很压抑自己，因为那个环就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环境的话，就会很一直很低迷吧。对啊，你想想这次，去年的那个泰鲁格号事件，不知道有多难。可恶，问他在干嘛？对啊，面目全非的，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怎么帮面目全非的人化妆。等他想说就说吧，他会做很奇妙的情侣。Maria Maria， 他说他在洗澡，还很有讯息。就很想当兽医，然后就发现兽医要读很多书，可能虽然我知道我自己是聪明的，但是我不会说我自己很聪明，因为聪明的人还比我更多更多。但妈咪每次都说你明明就很聪明，然后你边每次在那边给笑，才会花了一点钱，谢谢，辛苦了。我很多朋友都说，如果你国中有认真读书的话，你现在读北一女根本是简简单单就上了那种。上课有兴趣吗？其实没有到很兴趣。兽医有时候要帮动物开刀，哎，就是要去学啊，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小动物，很想要帮他们这样子。我不想要看到他们那么痛苦。当警察不要。我不要，人太危险。虽然当不管当哪一种的医生都很危险，就是你手上就是有生命的存在，你掌握的是一个家庭的生命这样子。专科学长，你刚有。你会考学测吗？会啊，我学测仔，但是我应该不会休息吧？我可能休息的原因是因为学校太忙，不会是考学测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读。我那时候高一就想要买参考书去写，但我妈到现在还没有让我去买。对，我应该两个都会考，可是是不是在学测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要先决定说要不要考那个、啊、统
重测啊。学霸，谁是学霸？课纲，对啊，课纲现在也都不一样了。变太多了。我们国文老师就是有问班上谁需要用推甄的方式，他这样可以帮我们分数打高一点。然后我就说我有想要。读书方法可以还是可以传承吧。变太多，不是那个太。笑笑，中文还好吗？你不台湾人吗？你怎么会觉得你有在念书？刚刚是不是改到我老妈都不认得我了？晚安，燕南，好久不见。推甄赶快上了比较好。今天赶快喝。我现在也觉得我很陌生，我连怎么上传我都不知道。救命啊！我们可以帮你们提读学测选，对啊，学习历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上传，我连一个都很想。我应该也是可以上传，但是我还没有上传上去。我也不知道丢去哪了，完蛋了。嗨，小姐，没看过的孩子。有指导写学习历程的顾问，真假的啊？谢谢。好啊，一翻两面也是练习历程，真假的？现在是不是都没有学习历程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要学习历程？真的很烦哎、欸。你叫做曼青，你妈，你妈咪，应该有吧？刚考。升学有关，中国还学的？啊，我们这不是国外啊，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国外的确是偏向电子的学，电子学习，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很多都是纸本学习的啊。阿宙，我指的是曼青，我都叫他曼青。学习历程可能是为了给对方看你之前学习的状况。他等一下要收金曲会员票，你有在关注他吗？他那边的很厉害，有人直接上帝王阵。因为之前很多人说一次定胜负压力太大，可是。真的很少一个人了，可是就算不是一次定胜负，这样子也会让我们压力很大，因为做不出来的话，就做不出来，
然后像有些人如果真的没有电脑的话怎么办？要遇到原来学习历程就是现在高中需要用的东西，然后上会上大学的话会需要看的东西。一起你晚安，晚安。Show me, baby, the everlasting.上大学基本上像人手一部电脑，我现在连我的报告我都要先用平板手写，然后转成转成照片档，然后贴到上面，贴到 PPT 上面去。你们之前做笔记，我们是那个报告那种。是哦，低收入户是可以申请的。因为我爸说什么，我其实可以申请中低收，就我们家可以申请中低收，毕竟他只看一方的年薪吗？年收入，因为我爸妈分开了嘛，所以就可以只看一方的，是吗？我不知道，就是他一直在跟我讲，每个科系不一样，对啊，那不是跟理想申请就行了？等级是什么的？不知道，我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应该那种，就是那种笔记型电脑吧，就是做笔记的那种而已。现在那个年代，搞个平板。阿祖，今晚总决赛对啊，刚刚有人提到你，西恩有提到，妈妈跟女儿相见欢，再浪 life 相见欢，RAM 什么？谁总决赛？曼青丢丢，大家可以帮帮曼青啊！不是要弄头发，放衣服里面。对啊，因为我穿短裤，我没有拿被子出来盖。曼青是啥？它是一个。街头艺人，他是打鼓的，曼青是名字，他是个美女，他很会唱歌，会打鼓，然后也会演戏，然后还自己有出歌。你有买过横山结衣的什么东西吗？好像还没，因为我没钱。对，他跟小白，然后他有上星光大道，是吧？星光大道是吗？今天有点小忘。延后了，原来没有买过这就好办了。怎么了？你要送过来是不是？不是，白倒是知道，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就是你们可以关注曼青，他现在还在这里。欢迎乖乖，欢迎双眼，小恶魔推啊，小恶魔，可爱小恶魔。等你收播就来去听，我收播是9:30的事情。还有金牛四个浪花，
哎，怎么这样？晚安，谢谢 Happy Love。他是你的歌，对啊，小白是曼青的学徒。新年快乐！你新年应该很忙吧？你这个月好像都很忙。你好了，小七出来好了。忙到没时间看他孙子。什么？他孙子？他孙子是谁？哦哦，你说小老鼠，小老鼠，小老鼠，红班长，谢谢曼青，谢谢曼青。老鼠，他们养了一只黄金鼠，然后叫红班长，但是曼青都叫他小老鼠。晚上好，嗨小七，你回来了。小七，请解释为什么你想要当礼仪化，大体化妆师。老鼠。班长啊，副班长，现在是没有了，除非再养一只。这么直接。你们现在有人是做自己小时候就想要就的梦想职业吗？我很好奇。然后你们会觉得这个梦想职业是你想象的那样吗？就是觉得是神圣的工作啊，每个人是需要每个人走，就只是单纯这样。是不是有会员的宝宝们麻烦来投投票？好厉害，什么好厉害？你在说小七吗？不是，所以，小时候想要当蔡依林后面舞裙，现在做的绝对是什么都不想做，都是外国，真的不好说。哦，原来，中午就丢给我妈，要赶回家了，路上小心。小七的选择蛮厉害，对啊，就是一个大家都不会想象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我认真想要做冰箱，你看看，真假的？我爸妈听到快打死我。
他们以为说你们家有人在此想要做这个，想看尸体，什么意思？梦想的职业面对现实的时候还是很辛苦，心态很重要。对啊，想要开征信社，漫画家，漫画家可能在日本会比较有出路。为什么模仿文字脚？我也不知道。学配音，马来巴扎，马帅，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哎。那帅那美，先去把你的英文口音练好吧。台湾的动画相关人员们可就是很少有、啊，台湾是网络插画比较有机会。嗯，像现在很多 Instagram 上面的那个插画的贴文的账号啊，会比较多人追踪。可是你就是要有梗，就是。要吸引人家就是鬼灭续集靠小七，先不要，他会口急。绝对不会属于者。那帅那美，那帅那美。拟人化猫咪动画啊，好想好想当猫咪。要先有人想要有人关注，要先有作品。对啊，七龙珠，台湾没有很尊重设计或艺术方面的，光是表演艺术课其实就很难生活下去了。还有就是表演方面的人，除非你真的像蔡依林那种真的很厉害的人，不然是几乎是很难生活下去的。下去了，在台湾就算有作品，就是也不一定有人关注。会师。但有37的大学在家里，好远啊，这可以当舞者，可是当舞者其实都很难生活下去，因为怎么讲，就是会没什么出路。音响配乐那么超大牌，斜杠大学生。现在很多素人起头，透过 YT， 但是现在 YT 真的太多人了。之前就那几个，然后现在变很多人，有钱赚就开心。现在舞者一个月才活动不多，对。应该说很多自称专业人士不太专业，对。你看，这衣服那么大，全不会啦，他又不是制服，不是衬衫那种。啥啦？这次我不成宝过吗？是没有，我制服还要用别针叠起来，太大了。裙子啊，都裙子。但我早上找不到别针，我就直接穿出门，就没有到，就是不会，没有很紧的。超胖的吧，你知道胖到多胖？睡眠穿什么运动服？
第一天制服，第二天运动服，第三天制服 ，OK。小七明天下午就不在，不会啊，这样水完怎么办？谢谢你的建股。好烦啊！小七他今天他昨天就问过一次了。I'm a savage, I'm a killer, no killer. 他是不是也一整天都在睡？没有，他音乐课，音乐老师那音乐老师监考那一节，他有醒，就说那一节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生在睡，然后大家超吵那样，闹睡死。你那个真的太瘦了。你要使绊子上真的辣，想要交这种男友，你要使敲板。太摸黑，那穿短裙超坏。比如他是那时候才给他吃东西，他每次超晚吃东西，然后就直接睡觉，然后都不会胖，还变瘦。我真的觉得很多很会吃的人都超瘦，你看是那个芊芊也是啊。就是那个大胃王芊芊也超瘦哎、欸，根本平常没吃东西，然后只为了拍影片的吃东西吧。遗传，我也想要做遗传，但我就是我个人是胖很快瘦很快啊。手超细，我真的觉得他可能都要比李宁还要瘦吧。代谢超高，除非是他平常就有在运动，不然我觉得那么瘦其实有点可怕。其他就吃那么多，可能状态硬是不是一个人？但我一胖就是直接胖两三公斤，但是瘦的话，我可能一个礼拜可以。如果我今天可能吃很少东西的话，我明天起床量体重，可能就会瘦个一两公斤。但那也是就是减少水分而已，不是真的瘦。Savage， 扯爆，是不是很厉害？也瘦很多，因为。就是吃少一点东西就会减少很多水分，但他真的太瘦，橡皮筋。小七今天看到我的时候，看到我走上台看明天要考什么，他就突然说一句：“你现在怎么变白了？”我就说我昨天有擦美白乳液。没有擦了，我本来就不黑。什么意思？什么叫难得？我本来就不黑，没有原本很黑。夏天的时候，我需要花两个冬天才会白回来，大概半年。
前，可是我是蜡黄啊。但是真的最好美白的时间，我的脸还算可以。到底寒假要来了，我应该会瘦很多吧？都在睡。其实没有哎、欸，那是因为我不会在晚上回讯息，因为我会觉得不想要那个。对，那个三档型文本，现在什么意思？我晚上其实不太会回讯息，是因为我会觉得要睡觉，我不想要再一直听到我的手机在震动，因为只要一回就会回不完。晚安，谢谢博成。欢迎，我会调震动，我还是会怕有人要找我，就即使要找我，所以我会震动，我不会开心。我快忘记原厂的电话声音是什么，我也都快忘记 LINE 的提醒声音是什么。妈妈，上牙齿太难了。我开震动啊，今天的话不会露肩吗？是会啦。慢慢慢慢。欢迎，笑笑跟石头，全靠缘分。哎，真的很多人打来的时候都是我不在，我刚好没在。电话上就是没在看手机的时候，然后就会被骂说你手机都是拿来刷，就是，但是真的是刚刚好没有在看手机啊。小七打给我十通，我大概会有九通是接的吧，但是因为我刚刚他都会问我说我在干嘛，然后我有回才会接得到啊，其他人就直接打过来，当然是接不到啊。但小七也很强，是直接打过来。我估计对啊，就是刚刚好啊。我会在那个地方说只有牙医。那个他，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回答讯息，从去年没有想回他一次。谢谢你。见面他要怎样吗？没有啊，他就说什么，就是我们大 AKB 大奖，好哦，我想说好哦，就这样。来，同学不是，我们两个的牙医，我们两个是同一个牙医。考试这两天，考试这几天，就是只要遇到断考啊，合作社都会超级爆满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平常就他是平常的两三倍以上，然后
没有断考的时候就很一般，很快就排到了。那个是不是？我只想对你 say no， 啾啾啾，先忙了，拜拜。现在想吃东西吗？这边是有什么压力？这边没有压力好吗？都直接给答案了，还有压力吗？我的虎牙真的移了很多哎，你有发现吗？这个虎牙也是跟门牙是连在一起的。出来要转进去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收回去，就是可能底下的断有点小，就是断掉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一起转回去，要用手压下去，然后就拿吹风机吹底下，然后让它融化粘回去。口红有几支？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支而已。就是四支是裸面，然后两支是四支吗？五支裸面吧，然后两支 YSL 的，然后就。被阻止不要再买口红了，就没再买了。但是呢，你最好是不要再贴口红给我了，我怕我 hold 不住。原来是被我烧到的部分。小七阻止我再买任何珍贵的口红，我才两支，哦，没有三支，有一支送给妈咪了。因为不适合我，颜色不适合我，送给妈咪了。现在你都说多少只？他都快没钱吃饭了，还买？我才没有没钱吃饭。I don't wanna be somebody, just wanna be me, be me. 他们到底怎么可以唱那么高？那你知道艺术科技到底要干嘛吗？艺术科技到底是哪一堂课啊？
哦，是 Dino 的。不要再烤 B 片。哎，我那张100耶，拜托，我就说我是数学小达人吧。苦练久。No, that's a business. You're the one I hate, and I am the king. You 什么都把考试当天忘记。有人在养那个哎、欸，狐獴哎、欸，个性。嗯，还有人在养土拨鼠，好厉害！还记得？对啊，就看到别人养。有流行过一阵子，你说会在沙漠里，就在沙漠里会有几只看很远，它就这样，就那个、啊，还有土拨鼠哎、欸，这太厉害了，因为我之前意外点到一个宠物的社团 LINE 里面的。然后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宠物，我数那个有看，华山在床上看，真假的？人家怎么都可以养？对啊，养个羊驼好了。Step back. 我昨天不是跟妈咪吃饭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那边附近逛街，然后店里面就会，他就去逛衣服这样，然后就是因为里面的音乐都会播韩文歌，可是现在就韩文歌就是很红嘛，然后说就去了好几间店，我都会唱，然后他就说。你可以不要从那一间店唱来这间店吗？我就说，谁叫他们都会播我会唱的歌。我不说，对啊。可以养小七，不要太花钱，他真的会吃。每天吵架，为什么？然后妈咪就说：“你什么时候来我家整理衣服？”那你养穿山甲吗？妈，是穿山甲也可以养吗？整理谁的衣服？妈咪的。我说你现在是一年整理一次的意思，这样子。七，你学习之后要干嘛吗？那你可以帮我整理吗？我说学习那天下午就学习放了之后你要干嘛？帮你整理，你可能两天就消失了啦，是没有那个必要吧？我可能会气死。没有干嘛。因为想说叫你陪我去买衣服，如果我约的人没有看我的话，看得懂那穿明白，他每次都这样子。没有，我很多朋友都会打字打到一半，然后就会变得注音。
因为他们就直接按传送，就会变这样，然后我就会看成习惯。谢谢李成恩。Step back, step back, step back, step back。会切个东西，确定吗？还是乱？其实你自己没发现。是妮妮，不是二二。你要吃什么？我跟金朋友要做大福或奶酪之类，我都吃。妮妮可。没有啊，你刚打的是二二好不好？妮妮的那个两个等于靠比较近，二二离比较远好不好？莉莉不是莉莉，我的韩文名字是硬开耶，硬开耶。看得出来，我一开始也看不出来，那是因为大家都这边乱打，所以我才看得出来。硬卡欸，不是二，不要再打二二了。你叫什么？你叫日文叫娜娜吗？因为你叫小七，娜娜是七的日文。超酷的。你好吧，你就给我把你打蠢试试看。你忘记惨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记得吗？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首歌叫四七街，然后它是用 Junana 四七，啊 Nana 就是七的意思，我就会记得。用 Junana no sureki na no machi oda oda inagara愛に行こう大好きな車に乗ってワクワクする分近くなる打你，第一个就是你，笑死！所以没有就记得啊。还有那个君にずっと心配、何も話せなくても確かに今僕らは一つになる。君にずっと心配、後ろいつかなくても。分かり合える日が来るよ。噔噔噔噔。我也不知道，是一个韩国人跟我讲的。新北市，对啊，我每次后面中立新北市。我疫苗给你蛋。但你根本不记得要唱。
又忘记了。二二又是什么鬼？就是妮妮啊，片假名很像二二啊，所以大家都一直叫我二二这样。我不懂，我也不懂。就像是卢卡的名字，应该不是翻过来，应该不是叫宫田留佳。对，这个才叫妮妮，这个才是妮妮。分太开，那个叫做二二，近一点才叫妮妮。那首不是妮妮，如果是用英文翻过去的话，当然是片假名啊。片假名的话，是那边当地的名字。啊，我是用英文去翻的、啊，就是它翻成中文应该不叫宫田留佳这四个字，就是有点，我也不知道哎、欸。我记得他是这样讲，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翻过来。原来宫田留下，太好奇怪。宫田留香，真康球真的超好听。他们翻成中文的时候是自己选择要哪个字吗？还是怎样？就是我说字啊，像刘跟加那么多中文字，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选字。Mobile 在直播，这个呀，理论上人名是自己选字，除非像阿布玛利亚原本就没有汉字，这样应该是说日本文字原本就有汉字。看韩跟韩文哪一篇？有一次草莓了，你猪啊！如果没有确定汉字，确认本人应该不会直接说，不知道。先拍给我。I hate you. I hate you. 为你献唱一首 I hate you。浮生这首歌，
Blackpink in your area. Blackpink in your area. 最喜欢的水果是草莓吗？草莓在前三就对了。我喜欢很多水果，其实芭乐啊、葡萄啊、草莓、苹果、芒果，然后火龙果啊之类的。哦哟，小七不要再给我传草莓照片。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谢谢。找到了，有个主播名叫东六家。嗯，我也不会切芒果，我超不会切芒果。好吧，然后小番茄我也爱吃。但每次吃小番茄的时候，对啊，就是第一颗要吃第一颗的时候，都要有点心理预备，因为它每次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然后每次吃之前都要先预备一下。烟斗。先去帮他自我投票，去吧。对，有些小番茄味道很怪，所以就要心理准备。那个画画的成绩，两张一百，然后有两张都一百，然后但很其实很少人会被打到一百。崩掰呀！何时开始安利？我要先修个颜色，因为它有点太暗，有那个。我一百，我要一个，就是反正就是我要秀一下 ，Let's go， 明天 ，Oh my god， 我好给，来算算算。来算算算，生日天没有到，我不知道，但是我已经签完了，我在我生日那天签完了。三，发货了吗？我不知道。
足足确定几个票了。我都先不养，我没有一张是重复的。我有一张写了特别多字，但我几乎都在写字，我没有什么画画。因为也不多嘛，就想说那就多，就是多一点心思，大家都是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卡片上面有小问题，你们可以去看看，你们有没有答到问题的。有水吧，应该有吧，都有吧。三三三，耶！有你可以换吗？你可以问问姐姐们，不可以换。这礼拜六是三周年演唱会奖，谢谢。我的脸真的好好看，公然在那边看他的限动。可怕死，小爆。这个主持人不知道，周边值得期待吗？我刚还在想我们周边是什么，完蛋了。值得期待吗？你们可以期待。我想说，完蛋了，我这是有做周边吗？有啦，我有做周边。请问你还是 AKB 吗？不是吧，应该不是吧。明天抽位置，去年20抽给我，今年应该不会更糟了吧？我今年在想要怎么玩座位抽选，可以大概给提示吗？你说左边吗？左边，周边吗？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去看你们表演。当天大概拿两瓶水，是不是？周边吗？你们可以猜猜看，我看看我能不能提供答案给你们，提供一些问题给你们，一些提示给你们才对。
不要准备诗情画意之类的游戏，座位随便拿。实用的吗？我不知道怎样才算实用，能吃吗？实用或收藏用，我不知道你们的实用算是怎么样子。它有点介于之间，两个都可以。有收藏价值吗？请问我们东西没有收藏价值吗？会发光吗？荧光棒是不是？平常可以用的，男女不拘，应该算是吧。玩游戏没有一组，粉丝有一物没空出去开心点。谁？真假的？你喜欢我吗？不要，真不要。有啊，我们很少会做，大家很少会做上个月会做的东西。那有人行抱枕可以揍吗？可以揍小七本人。好难揍。那你们快出完了，什么意思？拿来丢在笑笑身上会淤青吗？这个东西嘛，看你丢多大力啊。就算是软的东西，就算是一颗球，你丢再大力还是会淤青啊。非常的惨，其实擦完了。有跟之前重复过吗？好像有。袜子不会啊，你袜子里面可以塞个石头啊。基本上是你的全餐，对啊。谢谢盛小圆，完了，拜拜。什么意思？你那么想让小小鱼心吗？彩点可以用吗？不可以吧？帽子好石头，你想得很快啊。是做过没有？我只是想到可以丢石头在里面。渣男，直接猜透明卡，不是透明卡那个太难去保证它的品质了，所以我们不会做的东西。我之前有想过，完了，剩20%，手机没电了，还有半小时。我有。是丢过吗？丢什么？你说袜子套石头吗？Luna。怎么知道袜子可以这样子？你也可以把袜子弄湿，然后当成湿毛巾去甩啊，其实有点恶心，就是了。除非是新的，怎么变球了？他已经甩过没有？晚上好，我怎么懂？没有，我这叫反应快。
这叫反应很快，懂吗？开点能用的周边。好收纳吗？好收纳。Q 版吊饰吧？不是啊。你以为啊？没有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挂轴，挂轴是什么？特别神奇，有卖买的？你是说像是那个什么过年有的有些那个木头挂轴那种吗？财神爷的那种？想起妮妮跟本家藤原大小姐生日差不多，谁？藤原是谁？类似。挂在头上的东西，笔。我们像是有那么敷衍吗？可上面头纹哦，懂了。那可曼呐，米亚那金玛。I'm a girl, yeah. 谢谢处理，欢迎公主粉丝。这小美真厉害，就真每次都开真麦。加克曼呐，变得是比米亚纳金曼。我每次开真麦，只是没有他们的门那么稳而已。I'm a good girl, yeah. 福德在我旁边。福德，福德，你怎么自己坐在这边 ？Baby， all right， 笑笑，等等等等。就哇嘿，就哇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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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没有看到你的提醒，我叫了一下。今天妆超淡的，淡到一个我快认不出自己。我今天有吃挂包吗？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要吃挂包？谢谢东盟，青天尾牙。哈？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哈呢？
我也要吃挂包，为什么？垃圾，垃圾。农历12月16是尾牙，为什么12月16是尾牙？今天农历12月16，9天前，1月9号，1月9号是我的农历生日，1月9号那天是我农历生日，因为习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挂包，好吃，尤其是加那个什么的，金华火腿那个，好吃，就尾牙会吃到的那种。突然间问到尾牙，对，就很多习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带福挂带财是吗？为什么？他也没有谐音之意啊。挂包除了外形哦，钱包打开，那不就是没钱吗？钱包打开，猪心当谢谢。Oh my god！ 好啊，都不要吃，我又没有说什么。里面有肉啊，还有金华火腿，虽然我觉得那个很油，但是就是很好吃。我很喜欢吃那个皮。但我是喜欢吃花好月圆一家的部分，其实我也不知道，刚刚在那网络上才直接贴上来。1、2、3、4、5、6、7、9，想不到吧？现在打开就是穷，就是它是打开，不是就会变漏财的意思吗？Flower good moon circle。你就等等等等等等，为什么呢 ？What's my name？ 不变的。啊！我刚才讲什么去了？我直接消失我的记忆耶，到底是为什么？考个试，然后就记忆都没了。妮妮下礼拜啥时直播？好问题，我忘记了，我怎么都忘记了？我也没在用到啊，应该是考完了吧？今天才第一天呢，我们考三天呢，我们是考一整天，然后两个半天这样，两个一个半天，然后一个只有一节课这样。期末考症候群，好惨好惨。有把握吗？都给答案了，我还是会忘记一些。决定问妈咪一个问题。哎呦，最好是星期一节课，对啊，就那一节课。是不是星期四还是要扫地啊？就要扫2天，对不对？
因为你躲掉了。Hello， 请给我扫地。班导还说什么相信我们会扫得干干净净的吧？我就说老师你不可以那么相信我们。又回到扫地了。我很常因为播太久，然后就不知道到底要聊什么。哎呦，矫正器刮到口红。你要负责领导小七啊，小七他是班长，他根本不用扫。班导他认真的吗？他怎么会相信大家？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我们？可是我们高一的时候其实也扫蛮认真的，其实还蛮干净的，是吧？现在要把那个什么拆下来洗。电风扇，卖五子田。原班长才是软言，他是一起跟我睡了半节课，哎，不是半节课，睡了两分钟，然后一起被抓下去罚站的人呢。超惨，我们两个都超惨。返校打扫，为什么要返校打扫？罚站好朋友，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就是偷偷这样跟小七说：“终于有你陪我罚站了哦，好久不见哦。”还不是睡觉 squad， 小宝，高中还有罚站，但是真难得，没有我们学校罚站是很正常事情吧？我觉得，你不觉得吗？好像每天都有人在罚站。现在体罚学生的老师好看啊。觉得体罚的界限其实很难定耶，迟到到罚站，对啊，嗨，我是在冥想，我们有一个舞蹈老师，他就是上次在让大家冥想，可是我那节课刚好我那天没到，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说在冥想。然后后面每一次，因为我们星期四早上四节都是舞蹈课，然后他是后两堂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说老师我们来冥想好不好？想到会被传送带，但那也挺好看的。你现在才发觉我的妆很淡吗？
想睡觉，这大家都很累啊，你知道？就是我只要舞蹈课老师一说下课，我就直接从站着的姿势变躺的姿势。我不会打呼。在睡你的回忆什么东西？我梦到你在管制室，然后暴起。今天考的是睡觉，真假的啊？站着，对啊，我就躺着。你可以问小七啊，每次都我就是老师一说下课，然后就马上往地板躺，然后上课了，我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那一个，然后小七还会把我直接拉起来。是反应快吧，我算是反应快吧。躺地板啊，对啊，直接躺地板啊，不然地板而已，没什么关系好不好？我每次都躺超长的吧，然后他躺了会躺下什么？对啊，小七每次都压着我睡，旁边有没有花？很好，你想要被送花是不是？请问几秒钟？说一秒，真的太累了，真的太累，超累。我们都软骨生物，我们是五骨生物吧？马上，对，我真的马上会睡着那种。我就是那时候边跳，然后真的是眼睛要闭上，因为真的太累太忙了。然后之前又有很多练习，然后又有报告什么要做，所以就会变得很忙。我还在他身上唱小心眼。欸，我没听到，我应该睡死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就是我们班真的很会睡，然后也是舞蹈课，然后下课，然后大家要躺在地板上，可能那天要考小幸运这首歌，那老师不是老师，大家要躺在地板上，然后有人拿音箱播小幸运这首，然后大家要躺在地板上唱，我还有拍下来，超好笑。我拜托了，大家躺在旁边放钞票嘛，不行。旁边还有位置吗？没有位置，不会翘一直翻吗？对啊，你一直唱错唱打你的，而且是升旗的时候，我记得是吗？我记得升旗的时候。Oh na na na， 那得要啥？I'm not cool.不可以放钱只能放有这人在说话，我就说问我忘记了，谢谢人好。假冰冷，买些薄冰冷。I'm not cool。小幸运被我们班禁去，今天音乐老师竟然还想唱小幸运，直接被我们班吼。他今天到底讲什么故事？我完全睡死哎、欸！真想听你们笑成那样，还被班导骂。小心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大会考
是自弹自唱小幸运这样子，可是原本没有这个大会考，是被罚的，所以大家都练了个半死半活这样。哦，鬼故事哦，是真假的？所以我弹怎么样？我上去的时候手超抖，然后按错超多音，因为一直在抖，彬彬有礼，谢谢。但还是有走音。小七说的，之后再跟我说，好哦。老师还说我们在楼上跳叫嚣舞，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首舞的名字叫叫嚣舞，然后那是踏地板踏的很重的舞，然后老师说你们在楼上练，在考试的时候练叫嚣舞是不是啊？一直蹦蹦蹦，好啊，你再打给我。矿，对啊，超好笑。哎呀，哎，好痛，好痛啊！我一直用尾椎在坐椅子，虽然低脑的时候还乱跳。你是在跟我想同样的人吗？在打仗啊，就是 KRUPMP 小七的声音很好听，你们怎么会听过小七的声音？小七传一个语音给我，快点。有啊，你们有听过，只是没有很明显吧？你可以唱一秒一秒约好给我，我记得还有唱过，我要找一下，我不知道这个里面会不会有。超坏，真满分呀！在很久之前，我刚才讲电话哦，对，你可以唱一秒一秒约好。你什么都唱的啊？算了，我找不到，我怕我不然乱按，然后按到一些不该听的东西。一个按下去，然后就变脏话。有了你，有啦，你有唱过一秒啦，你有。因为我在坐椅子，你有唱过椅子的感受吗？有就往后，我就往后坐啊。小七握手会要不要来？你们给他握手券啊。现在也不能登记好不好？已经过了，你们大家都不把我登记完。好啊，哎、欸，小七说要唱、欸，哎，按错，你想要握01，哎、欸，他想要握累积啦。谢谢追踪，小心没有。他就很喜欢那一集啊，他是真的很喜欢那一集，他是数字君哎、欸。反正小七随时都可以握到我啊，他每次都牵着我那边跑来跑去。哼，小小你是小彗星。你要这样子辜负你的星球吗？你要买小妾握手券？不可以。Dollar bills, dollar bills, dollar bills, dollar bills。手卡住了。Some money,
Yeah. 你要小心的东西，不可以。小新应该没有很想要握每一个每天都在握的人吧？他随时都可以抓着我到处跑，好吗？他可以躺在我身上睡觉，把我压死。旁边摆一台，直接买，不用挂讯号。然后赚到的钱都我的，我会直接抽成。然后人家不是可能都一半一半分吗？我直接十跟零。欸，他唱了，来听小七。战士的味道，幸福感惩罚，一秒一秒也好，一秒一秒热闹。爸爸爸爸嘞，耶耶耶耶，爸爸爸爸嘞，耶耶耶耶，爸爸爸爸。哎，怎么唱？完了，然后就这样吧。笑死，小七声音就很可爱啊，就很适合唱歌啊。小七是要抽三期生的吗？小七要不要来？然后就会班上两个 AKB， 然后老师就会爆起，那老师会疯掉，你们两个都不要来学校啊！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唱，都在亲你家里唱歌。我们都一起请假好了，一起请啊！缺一颗泡泡，小七都比我唱歌好听。嗯，音乐不见了。也差不多啊。什么？有什么老师？有什么学生？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老师？什么学生？身高比我高吗？小七是不是现在比我高一点呢？我忘记了。请假有人坐班抽班了吧？CP 组起，谢谢 CSH。吹一颗泡泡，把自己打爆。啊，所以为什么会怎么登记？已经登记完了，已经结束了。有人要让一张券给小七的吗？在这征求。等一下啊，下小七，让小七你让给小七你，哎不行，哎那可以问六，你六单干推广小七吧，为什么是推广小七？我才不是要我领你，等以后吧。笑爆哎、欸，好好笑！刚刚有经纪姐姐出来说早安，然后两个惊叹号，然后说哟，她说明天生日会座位抽选呢、哦。我说芝芝，然后她又打两个惊叹号，我也打惊叹号，说你的服装穿什么？然后我就说姐，我下播穿。然后他就说好，拜拜，超好笑。好，拜拜。小七也是优口饭吗？
我忘记了，我忘记我们跟过跟他，我应该有提到提过小恶魔横山结衣，整个干净利落，超好笑。你也想要见平寒？有人有卷的吗？他们都好可爱，我输了，我输了。但会不会你根本就没有露过脸，然后去那边就直接被认出来？你是不是小七这样？哈哈，我不想要见林佳妮。小七三期的话，你怎么舍得退坑？你们这些人，小七喜欢摩羯座吗？我也是摩羯座哟。看到会回避你，你也就小七了吧？没有，他会对我比一些奇怪的动作吧？应该不会有那隐身术，没有，你穿好看一点就没有隐身术了。嘟嘟嘟嘟嘟 ，Get it, get it, I。谢谢柠檬，小七有光芒，但你真的很容易被看出来，就是。因为小七长得不难看，他长得很可爱。小七是真的长得很好看，也很可爱的那种人。虽然眼睛比我小，比我素颜时候小，就算他化妆。送小七十张妮妮卷，然后他会哭哦。你可以闭嘴了。没图没真相。话说怎么让卷？I don't know， 七穿太漂亮会被挤下。小七真的蛮会搭配的，我很多衣服也都问他。那我可以改成别人卷吗？立可带什么东西？立可带，你跟我开玩笑？叽里叽里爱，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可以露照片，然后盖住头。哎，小七，你还没有传上次我们两个考试一起拍照的影片的照片给我。棒球外套那个，不要，你还想吃爆全世界？小七，你知道小七为什么不想来真三期吗？因为他不想要被体重限制。他真的很会吃。等你，好哦。小七起节食，每周量体重。小七给我去跑操场。穿一颗泡泡，把自己打包。熟悉的风带我飘进灵魂。好了，不要听了。小七，来小七，哈哈，完蛋了。你在哭？我要怎么打呢？专属的味道，幸福感充饱。不要，不要翻白眼。涂掉他的脸，我们两个刚好考试的时候穿很像，然后就拍照。等下再存。请你监督，
现在帮他增粉。小青，你要不要去开一个粉专啊？要去开一个粉专。欸，这个没修图，不敢放出来。来，给你们看看小七的牙齿。小七的牙齿，吃了300块，你会不会太胖了？没有，小七他是脸尖，但是他体重的部分，他的牙齿，哎，怎么侦测得到？他的牙齿，小虎牙，还有小虎牙。小虎牙，好可爱哟！小虎牙，哎，倒了，小洗牙齿，为什么要涂掉？不涂掉的话，我可能会被出镜啊，成员被出镜啊。你拜拜我小气粉了，好哟，谢谢喽。小气一定龅牙君，他不是龅牙，他牙齿蛮整齐的呢。才没有，那不一样，好不好？从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你的下巴有上腮红。哦，没修图的，我们两个真的都不能看哎。是转对小七，我看一下哦，等一下，你看起来像犯人被打吗？小心。有啊，我说你吃了300块，我说你很胖，很像奈子跟美酒，可惜你没有选那张哦。白眼不行，白眼那个真的不行。时间差不到了，我知道，我很早就知道。小七去开个粉专啦，快点去。直接被封杀。他真的长得很可爱呀，就是眼睛比我小了点。我很冷吗？没有，我就喜欢这样子，我喜欢这样子把我自己包起来。小星星在听一听 Team 五十成员，你知道 Team 五十的意思吗 ？Team 五十就是 Team TP 里面50公斤的人，所以叫 Team 五十。瑞平的味道，比我大的也不多吧？是吗？嗯，不要，你要当个平凡人。体重嘛，对啊。你现在有50吗？还是已经减下来了？他之前在颁奖之前有到50。哎，你要不要想想高一的时候，你跟我一样高，一样瘦，哎，体重都一样，哎。你很久没量哎，成员当宅女啊，对啊，对吧？某某跟小七招手，那是因为去西汉打工，小七开始放纵了，他想要。让我在他旁边看起来比较瘦啦。为什么要伤害小七？我没有。小七每次都说：“我50公斤了。”之前颁奖的时候会量体重，然后他就说：“我50公斤了，我49公斤，我48公斤。”每次都大喊，我想说你干嘛把你体重喊出来？可是小七看起来真的很瘦。那边下午4:20是开心还是我不知道啊，就不用跑操场了。哦对啊，胖1公斤就要跑操场。健走？什么健走？不是死亡奔跑吗？每天都在死亡奔跑。好笑，但最后变成那个小七爆料大会。哦，好点，对，不当偶像蛮可惜的。
疯狂健走，小宝。小七不开个粉专的话，我就要拿他手机开一个账号，超坏。对啊，但是小七看不出来那么胖是真的。但是他现在没在打工了，大家不要紧张。什么？你们直接把他加进 Team 50了 ？Team Pizza。PSY， 请大家尊重烤肉店店员，请大家要把肉吃完。是个水泡，谁叫你又烫到？小七，我等下帮你开一个好了，然后账号丢给你，你自己用，超坏。没那么无聊呢，徒手换口红真的太扯了。你是神力女猪人。话说最近忙吗？三周年前当然很忙啊，还有铁砂掌，他可以直接鱼下巴。被鱼攻击，我领导手都藏在烤肉店，把他开脑，每天上传牙齿照，狂被大家笑，笑屁，是笑屁。小七会去三周年？不会，不是要穿衣服给姐看。我说下播之后，没事的，没事。小七也顶多看线上的吧，大家看到我都说鱼下巴好吃，我觉得超好笑。鱼下巴一天拍一张，每天要长一样的牙齿，而且他是死都会化妆来化个底妆跟眉毛来学校的人欸，真觉得厉害。而且他家住超远，可以参加集长啊。对啊，你不是小婴儿欸。我先念榜。哎呦，没，我头发挂在那个手机上面。第三签名膝盖帮这是小叶，哎，画回去。第36名晴天，第35名北极熊，第34名 Ken， 第33名红，32盛小圆，31吕承恩，30婷，29幻影战士，28李思琪，27任豪，26刘建谷，25奈奈，24洛克，23落日已笑，22郑源小弟弟，21 Mohan， 20初风，19流浪兔，18马尔基斯，17小易，16 TTP 的朱里恩，15柠檬，14 YC， 13吉米周，12饭团，11博成，10曼青，9傅伟，8四涵，7 Akira， 6东盟，5艾文，4抹茶，3朱新当新成员，2 CSH， 1是虾虾。没有在等，跟我说怎么那么贵？你是说8888吗？你不画吗？不画，超累的。应该上张 A 牌最靠近你的位置。你们有那么多钱吗？有什么欧西连开明？谢谢大家。十有，好丑。
三周年 A 2你也太前面了吧。在学校看免费的，没有，在学校是听破音的，看破音版本。八七六，四三好，说故事不然破音也一样。哎，二可以直接逗起眼，但我没有逗得很逗。零，拜拜拜拜。万人说你今天很可爱，我今天妆那么淡，哪里可爱的？星期六 ，Jane， 好蠢，没你蠢。小七更可爱，谢谢喽，谢谢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晚安，早点睡觉，早点睡觉，懂吗？